汪小菲为了我的，因为他们在一个不确定的情况下生长，实名告发徐熙媛、徐熙娣滥用史蒂诺斯，然后呢，通过第三方的证件去买很多他们没有看医生的这些药物，然后我的，因为这个药的副作用会产生幻觉，我不想让我的在这种环境，在这种不确定因素下，我的工作都在大陆，我每天在这往这跑，都是为了我。我汪小菲在这边照顾，然后今天呢，他就把都掳走了，没什么可说的。今天我是来报案的，因为我的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，然后呢，今天也没有跟我说他们要回去，就擅自把我全部都接回去了，然后这样就。在接家人这个部分有一些沟通不可能？没有沟通，完全不沟通。然后今天我来这个派出所啊，我觉得还是要说一说的，因为这么多年我一直在一直不想走到这一步。当然，我汪小菲为了我的，因为他们在一个不确定的情况下生长，实名告发徐熙媛、徐熙娣滥用史蒂诺斯，然后呢，通过第三方的证件去买很多他们没有看医生的这些药物，然后我的，因为这个药的副作用会产生幻觉，我不想让我的在这种环境，在这种不确定因素下，我呢一直没有，我今天到派出所自己来报案，我相信台湾的司法，我也相信你们，因为这个东西我没有那些，我有照片，他们家那些照片，我也希望台湾的司法能去调一调台北信义的监控器，他们每周都有监控器，那个同学给他送药那个人每周都有，你们可以调那个监控器，我不能让我的跟这种人生活在一起，因为我觉得他不安全，毕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徐熙媛污蔑我，但是他在吃完这个药以后，用高尔夫球杆、用刀捅我，然后呢用高尔夫球打我，然后用红酒瓶砸我，他第二天全部都忘记了，因为这个药的副作用就会让人产生幻觉。我一个大陆人，我的事业、我的工作都在大陆，我每天在这往这跑，都是为了我。我汪小菲在这边照顾，然后今天呢，他就把都掳走了，没什么可说的。今天我希望你们啊，能给社会，能给这个社会一个答案，在这个派出所能跟进，我实名报警，能给这个社会一个答案。到底为什么他们总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？告他的不是我，是他一直在告我。今天我第一次，因为那三年第一次站在这儿实名检举他们。我不希望他们再逃脱法律制裁了。谢谢。所以今天讲出来有特别的原因吗？还是其实想讲就很久？因为他把我今天的事情带走了，对。最后就是压到你的底线这样子，算是压到我底线了。OK。从小
这么大点儿都是我带大的。嗯。作为一个不善良的父母，就是每天怎么污蔑他的出生地，污蔑北京，骂我，骂北京，每天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姓汪。我一定让我记得他这个北京人。我从到现在三年，从来都没有告过他一件事，每天告我。今天我不告他，我实名。我希望你们啊监督，我实名检举徐熙媛、徐熙娣长期服用斯诺斯。而且是拿别人的身份证。那些西元的事情都有检查。就像他妹当时天天让我们俩离婚一样，他们俩是串通好的，把我当傻子。来看看吧，那不有买房子吗？啊，我买的啊。首付都是我这房子顶楼，现在他们就住那儿。哼，无所谓，最终对我来无所谓。别欺人太甚，别欺人太甚，知道吗？